好，我现在呢就是还是这个六 B 啊，一个六 B， 一个12 B， 然后开始去，同时去铺色，再加强它这个关系，啊，然后直接我们看着啊，边看边去走，就说边去强调这些虚实啊，强调这些虚实的同时呢，就边去带上颜色了，带上颜色去走，就难度更大啊，它同时压缩了。做两个内容，就是所有的地方啊，只要遇见这种小地方，我们就是给它关系往开拉。就是边铺的同时边去卡这个，要放松啊，要整体放松，就是说直接去找它这个受光背光投影了，就是用颜色去找形，而不是再去把单独的把这几条线呢再强调一下，不是强调线，直接去拿颜色去找啊，去找这个形。相对呢就更加的这个便捷啊，更加的直接就是要那个效果，就是速度上更快啊，思维上呢更就是等于是一笔下去要同时注意很多个问题，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可以慢慢来，不需要跳着走，所以我们前面画那么慢啊，说那么慢呢，其实都是为了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，就是哪一步需要干些什么东西啊，做些什么事儿啊，只要你把这个弄清楚了，其实想快起来很快，很容易。哎，像这个事它就是说关节点一卡，剩下按摩一统一就出来了。这是这个暗部，哎，放松一些了。
然后包括这里边的啊，你铺色的时候也是要流畅一些啊，流畅一些。该卡的给它卡住，啊，该放的放松，该收的收紧。啊，就是该升的这些，快速的升下去，啊，就是推着走啊，就是走到哪儿都要考虑它这个颜色，受背光。接着啊，接着往下走，然后包括这一边啊，这儿啊，这个里头变化啊，具体变化找准了。就是这个肉啊，肉这个一片的这个感觉。画的时候啊，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看那个肉，越看越肉呢越没法画，非常的瘆人。就是我们把它当成物体啊，当成物体对待。越看肉越恶心。就是快速的去找它这个暗部啊，找的时候直接就把它的颜色暗部颜色给它统一起来，效率上相对要高一些。然后再往下走，
这样统一啊，统一起来。就是当然统一的时候，它这个暗部里边呢，它是有变化的，有深有浅，它不是一样的。啊，就整个这个投影啊，直接走的时候呢，就是连形带色同步走。哎，要求呢对这个画面的这种整体性的控制能力呢更要求更高。如果同时控制不住的话呢，最好是分开一步一步来啊。先把形搞好，然后再去铺色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就是说如果过度的强调这个步骤会限制我们发挥，但是如果说很多同学画的时候呢，如果完全没有思路或者没有步骤的话，那也是画不成。所以说两者结合起来要刚好。好，这是这个西红柿，然后再下来这一块呢，它就重了。下面呢，它也有，也是背光，但是同样是背光，但是我们看到的上面这块砖和下面那块砖，它的颜色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，同样是背光，同样是，朝同一个面，同一个朝向面，但是它的颜色就是不一样，决定颜色的有深浅的地方，它有因素有很多。这个里面可以加强一下。好，这是比较快的速的，比较快速的就能把它这个然后这个其实也是背光，
啊，我们现在呢整个是虚的啊，虚的，包括这个啊，这是整个这个物体啊，这个灰面也可以淡淡的给一层，啊，可以给一层，然后包括底下，整个呢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铺完这个颜色呢，它是非常的松，啊，不会紧，这个很关键。很快速的啊，很快速的过一遍。